我们都让它自动展成是吧？给它一个特写。上面的一些螺丝拧开，转盘就可以取出。开始吧。新的转盘。锁上，锁紧以后直接把上面还有一个盖子盖起来，锁上中间的大螺丝就 OK。 如何调试瓶子高度？气压先关掉啊，气压关掉，推个料进来，推到里，推到里面，用手抓住这个风杆，先把料固定好，用手打开，用手按下去，按到位，和下面瓶子对到孔中间，不对的话可以调节转盘。调节整个转盘。找到合适位置。锁死这六颗螺丝。螺丝锁死，也就把这个转盘的角度对好了。是。最后再把那个大盘。把最后那个大的往上面一扣，可以不什么？可以不，就是。对。OK。外盖调节，只需要调节高低，因为瓶子的高低不一样，调节瓶子的高低，这个地方调节瓶子的高低，锁盖部位是一样的，也需要只是调节一下这个地方的高低，在这个按钮，这一个按钮。直接调节这个的高低，调节锁盖头的高低就可以了。进料理瓶居，这个端口断开，断开以后这里会前后移动一下，调整一下位置，到时候组装的时候调整一下位置。就是内塞振动盘，内塞振动盘上面
接口，你这里接对齐，可能会调整一下上下的高度，调整一下高度。外盖的振动盘从这里对接，从上外盖这里对接，也是像内塞一样，到时候组装的时候会调整一下高度。出屏贴标记的连接，调整前后的一个距离。这里是一样的，出来以后到里屏高度对齐就可以了。这个东西里屏机